尖叫聲呢？嗱，當然都係送俾我哋啲參賽者，因為已經唱完啦。喂，最得意一樣嘢就係咧，嗱，平時咧我哋見到台上高，梗係有隊樂隊喺度噶啦。今日連啊樂隊嘅領班啊，都做埋 fans 啊，攞住個牌。哇！你都知道呢位表演者喺我哋呢個亞洲星光大道舞台上高個地位幾咁崇高啊！真係，簡直係巨星中嘅巨星啊！究竟係邊位咧？我有请罗力威，大家好，多谢老哥，咁多位评判，哇，好耐冇见，咁多位现场同埋电视机嘅观众，你哋好，好耐冇见。你好，罗力威，喺亚洲星光大道呢个舞台咧，一路咧都有好大嘅光芒，攞咗第一季嘅冠军啦。咁有一段時間咧，我都見到你都會投入去音樂工作。咁但係點解需要我哋等咁耐呢？其實羅力威喺呢段時間係咪一路密鑼緊鼓做緊自己音樂，一路揾緊自己音樂路向？其實自己都係想專專心心咁做好音樂。自己希望自己發唱片嘅時候係人哋會期望嘅一張唱片，而唔係可能我好快咁出完一張唱片。出咗人哋都可能唔知咁樣，所以自己想專心咁將每一隻碟，即係每第一隻碟嘅每一首歌都做好，頂十首歌都可以俾人欣賞咁樣。我亦都咧好希望咧羅力威咧，好似你為我哋亞視咧唱嘅呢一個電視劇嘅主題曲嗰位主角一樣啊，阿秋冠，由後生一路咧紅到而家都係咁後生嘅。咁你今日要喺呢個亞洲星光大道舞台要為我哋唱出嘅歌係？花無情，花無情，有請羅力威。我剛剛多謝表演先，多謝。世間相聚分離別，每一夜每一世年年月月。歌詞，多謝佢哋，希望你哋中意《花無情》。現在時光想留不能留。
愿世间相聚分离别，悲欢离合写成的每一页，每一页，每一些年年月月，一份情，一滴泪，一个誓言，花无情，花瓣。Okay.